确实有点喘不上气儿哈。你还没翻过去，已经憋死了吧？哎。好，来，准备，三、二、一。注意点啊，别滚到我怀抱里来。算开吗？这是算啥呀？抱歉，超时了，成绩不算。Oh no！ 你那鼻孔！天哪，你是谁啊？来，你往这边蹭蹭来，别挡着别人来。你以为我不想窜一窜吗？怎么的了？你就不行了？你就不行了？那就看到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就那个小强啊，被那个粘的那个在那努力的在那挣扎。你真粘上了！哎呦妈呀！对，你往这边来，对，就这么躺，这么趴着行。好了，来，深深，深深，请准备。周三呐，哎，你注意点儿，我腿还在跑道上。三、二、一。这已经基本上就再见了，我觉得这。行了。周深，哎呀，你还有自动巡航的功能呢！哎，对了，哎，好的，你到达了，这是20分吧？这个是五秒倒计时，他也没到，完了，名牌被撕了，名牌完了，完了，周深 out。露露，请准备。加油！来，三二一，出发！出！还可以啊！很好！哇！等一下！秀的，哎，在哪里？他还会绕道哎！恭喜白鹿得到7分，哦耶！我的幸运数字 ，nice，good。好，下一位黄队。这整个游戏，我要这样的体态度过吗？哎，还挺尴尬，这么突然，没想到吧？好，下一位林一，请准备。
来吧，三二一，出发。这大长腿欢迎回家，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快加油！我翻了，我我建议你就一直留在这里表演这个节目就好了。我刚才到那儿了吗？你是翻滚的陀螺、啊、你哪儿都去了反正。该谁了？红队。该你们了。谁来？都行。我来吧。你来吧。你压住吧。谁有毛巾呢？给他遮一下吧。这孩子这样不行。下不去。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条裤子真有用啊。对，我一开始说多余，玩什么节目能用上这条裤子啊？有点迷茫这条路。好的，来，雨琦，请准备，出发。好，可以，可以。哎，没有一块是平滑的，为什么呢？啊！哎，哦，我知道了。什么鬼啊！为什么？你看你的名牌的位置，你就知道你去过哪儿了。你跟打冰壶似的，你知道吗？挺好的，你至少在这里签名了，你知道吗 ？OK OK。我想把裤子穿上。现在知道穿裤子了，脱裤子的时候想什么了？行行行，不打还没人看我，我穿裤子了，你打完了跟我没穿似的，把脸挡上行吗？这干嘛呀？这是怎么这么大的道具哟？这啥？这荡吗？荡秋千。妈呀，怎么看起来这么恐怖？妈呀！我去！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项任务。接下来的这一项任务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追击队要比神鸟队晚出发多少时间。哦。就越晚对咱们越好呗。嗯。对，所以这项任务非常重要，请来领取任务卡。晚出发一期，漂亮！你是他们队的吧？飞翔吧神鸟，
一队成员依次借助绳子飞跃到柱子上，飞跃过程中落地视为淘汰；另一队成员依次借助绳子进攻，击落对方的成员并占领柱子，最终在柱子上存活人数更多的队伍获胜。哇塞，这个好难哦！击落是。击落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可怕、啊、击落击落这不晨哥一撞我们四个人都得下去、啊、他一撞这五脏六腑都炸了都晨哥跟打保龄球一样Match number two 然后追击队要分别跟两只神鸟队进行比拼，我们最后看总的积分，就可劲累我们一组，就把我们累到那个一点劲儿都没有，接不动。万一我们要是赢了一个同时出发呢？那不还玩吗？同时出发，周深一把就把我抓住了。你们组先来吧，我们先来吗？你们先来，你先来。呵，手套跟袜子穿好了。我可以先问一下，最差的时间出发当中的那个值是多少？20分钟。如果神鸟队赢了，追击队晚出发20分钟，平局是追击队晚出发10分钟。如果追击队赢了，同时出发。20分钟那就不知道去哪了吧？但是20分钟估计都已经到重庆了吧？你们？这能试吗？可以，你可以试一下。能荡过去吗？你先活动开，白鹿。他都不用热身，感觉这一个一窝窝就出去了吧。赶紧给大家打个样，打个样。不敢了。从上面，从上面荡得远啊。从上面。走。走。啥呀？可以不用玩了，可以了，谢谢谢谢。这样就没了吗？对，这样就被淘汰了。这么残酷吗？太低了。试下那个，你到那边去吗？他这个不好去啊。斜荡。斜荡。斜着能荡吗？咻！哎呦！咻！哎呦！哇哇！你那个裤裆没破吗？我想问一下。不是，很容易卡裆。很好啊！你别以为很容易。好。先请神鸟队依次出发，站上我们的柱子。鸟队，鸟队，鸟队，来，鸟队，来吧，走。好，这有点厉害啊，这样打得好。来，哎，你刚才那个不挺好？就用刚才那个吧。你就还来那个，还来那个。你刚才那个完美。好痛啊！我，你接我一下。我接你来。行了，来吧。哇！哇！你就最近的那个，那个没人儿。那这个我就直接跨过去。对，就拉着绳跨过去就可以了。接下来请追击队进攻。进攻，进攻的好难，你懂吗？你要把它撞下去。啊，等会儿我先能把这绳拿过来吗？我不知道，我也撞也不太好撞。谁先啊？你们森森，但我该怎么撞呢？我觉得你啊，去那儿等于是以卵击石，你知道吗？尤其是像韩庚，你看都已经抠在这儿了，已经抠这儿了。轩轩，其实你轻，我们都可以给你助点力。其实，需要我们给你发个力吗？把我当扔石器是吗？就这样一下给你，就这样一下给你。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哇塞！哇！干啥呢？哇！哎！天哪！干啥呢？
二三走。三走。深深抓住他。深深把他抓下来。别放手。深深别放手。深深。深深加油。他被留着了。深深不行咱就回家。不行再来。不行再回来。深深。回来。回来。回来。深深。回来。接下来请追击队的另一位成员出战。来吧陈儿。来吧陈叔叔。炸弹炸弹来了啊炸弹。你要来呀、啊、那咋整啊你朝哪边来你先跟我说。正面。正面。咱俩换一个我去了。咱俩换一个我去了。别你留着你留着快出现快出现快出发出发快李晨出发你们干嘛呢你们俩干嘛呢不能动了推推不是现在你不能了陈哥啊所有人站定之后就不能再攻击了啊就完了你占领了一分了已经陈哥你的功能是上去拿一分的吗有点浪费啊yes 陈哥是要去捡三分的呀加油一二走哎呀妈呀静怡静怡等会儿哎呀我的妈撞错了来来来来等会儿第一局接机队得一分神鸟队四分里面最有攻击力的居然是我接下来请两队攻守交替请追击队站上我们的柱子那我就只能先去远的那个好哇感觉他要断了这根绳儿你走过去就可以了静怡哎漂亮哇静怡、哎哎、好厉害好稳哎空中还倒手呢我对跳起来之后还往上倒了一下这怎么攻啊我跟你这样你来这个我去那个你俩守这个我守那个那就不用搭理他了不用搭理好接下来请神鸟队进攻来吧凯哥可以的可以的去哪儿呢你就得中间了你就得中间了这玩意儿你也动不了这玩意儿不好动不好动这玩意儿什么意思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我给你揉一下你跳一下哎呦我操歇会儿感觉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是吧那边不好去那边不好去转了一圈哎中间怎么李晨还过来了呢这是发生了什么
再来一次，抓住抓住，加油加油，一二三，我赢了，我赢了，凯哥推猛了，卡出去溜沟了，你看看你的行走轨迹，一边猛一边猛，使多大劲儿啊，这比我想象中难呢，没，我们这个队友就给大家乐呵乐呵，乐呵乐呵，就给大家乐呵乐呵。一二三，我赢了，孩子，你要干嘛？为什么？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一二三，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踩了我出去的结果吗？哎。自己荡过去，荡荡下来，死去了。死去了。哎呦，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是？哎，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完了，你们要加油了，我们要加油了。本来是你们能直接把他们拿捏呢，你这把压力现在给我们了。好，那接下来请第二支神鸟队和追击队进行比拼。那接下来请第二支神鸟队和追击队进行比拼。那我们再荡一次。好，你要远一点，陈哥，远一点才能游过去。你是想让我来一个跟他们一样的效果？不，我真的要远一点才能游过去。你跳一步，陈哥，远一点，你蹦一下。对，最好空中换个手。哥，哥，你空中收个手。你要表演一下。你一个手，你这样转一圈，完接我，我抓着你脚。你看过那个节目吗？你到这儿把我啪一逮，我咔跟你的。我先试一下。哎，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你想象当中自己好像是泰山。结果一出去。I believe I can fly. 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正常来，正常来，正常来。走，哎呦，好，好。接下来，请神鸟队进行攻击。怎么说呢 ，baby 姐这个队，起码送我们两分吧，不过分吧，少哥。好，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对，就这样，就这样，好，可以了。救命啊！救命啊！放过我！太猛了，沙哥起码送我们两分吧，不过分吧？哎呦！啊啊啊啊！结婚了，结婚了！漂亮！你去哪儿？他把那个奥运场上的眼神给我使出来了，我怎么能不跑？我来吧，我捡个漏。完了，就剩 baby， 我觉得你回那儿吧。好。哎，等会等一下啊，我们让静怡回那边。来，一、那 baby 二、三，走。来，一二三，走！真的！这个叫非战斗减员，这是什么意思？哥哥，
坏。晨哥，晨哥，谢谢你啊。怎么办？他又来了。大静，你还没输呢，刚才。哦，对，我还有命。对你还有用呢。他还有命？有命？他荡回来了。哎呦！哇！漂亮，先回来，先回来，漂亮，干掉一个。全村人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哦，这个好看了。强强对决。一二走！精彩！精彩！精彩！不对，你们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给我根绳。精彩！好，哎，一步就上去。OK， 你看哈。好，这一局神鸟队得一分，追击队一分。接下来，请两队攻守交替，请神鸟队防守。啊，还有一轮啊，还有一轮，还有一轮。最后一局，目前两队的总分是5-5，打平的。哎，我有个战术，我觉得只要把他们都弄下去，我们就打平了。就是一打一。四哥，你这个战术跟赢没什么区别，就五个人打平就可以了。或者就我能弄下两个人，然后你们弄一个就可以了。好好，懂了懂了。你去找 baby， 你就是跟他一起下去就行。跟他一起下去，静怡，静怡加油！耶！哇！再生！换手，抱他队！换手，抱他队！太猛了！一分，就剩我了。那我再上一个，我们不就赢了吗？视频，你如果现在上去不攻击掉任何人，你们两队就是打平的。如果你能上去且能攻击掉一个人，你们队就赢了。你要推掉一个人才是赢，对，你要不就平了。如果神鸟队赢了，追击队晚出发20分钟；平局是追击队晚出发10分钟。如果追击队赢了，同时出发。那我就站着是吧？你站着吧。我要过去，你一过去他就过去了。不，那至少他一个人能守两个。就赌一把，顶多是平局嘛。就同归于尽嘛。来吧，走，又走，快出去！哇，太激烈了！我这个视角好啊，给我一机器，我拍吧。输了，同时出发，尽力了，恭喜追击队获胜，是我们，所以在接下来的追击任务当中，追击队可以和神鸟队同时出发，成功！同志们，比赛跑步的时候到了，接下来的任务叫做耳听八方，哇！大家要戴上眼罩和特制的帽子，躲避空中摇摆的水气球。
哇，这个这么刺激的吗？哇，你说这个，他听得见吗？哇！哇！哇！这个是真的听得到的吗？你觉得刚才他们三个听到了吗？听到的时候已经晚了。等一下我们是分两组进行，第一个项目我这边了。这怎么这几个人都过来到我这儿来了？大家觉得跟你一起比吧，获胜的机会更高，你知道吗？我们三个女性代表就是真的，我们能顶半边天，行业标准，行业标准。耳听八方，第一组挑战，算的。哇、哦！应该真有节目呀。可是你有可能一起来就中招了，真假的？我觉得周深应该能感觉到风，还有站起来的，有晃吗？这个球完全听不见，已经靠近内圈了。来了来了来了，你们再不动，我跟你说很危险。真假的？骗人的吧？等一下，我有点晕。好吓人啊！啊，好吓人啊！怎么了？是谁？不会是我打把他的球打过去了吧？是你，哇！怎么了？三、二、一。有球吗？哇哇哇！哇，你还敢站？哇哇！胡彦斌睡着了。哇哦！哇哦！好实在呀、啊！哇，周深吗？周深就是有点轻敌了，周深站起来了。我一滴水都没有浪费，全造呢。全部。接下来会再淘汰一位，剩余的两位晋级决赛。还有决赛？哎呀，这个心情太难受了啊！还不如早点砸到，早点下来呢。我给你们开个球。最早的事了。来来来，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朋友们。有点武林中人的感觉了，好紧张啊！我们看的都紧张。你知道这球多少次从你的鼻尖擦肩而过吗？他撞了我，但是他没破。决赛，来来来，决赛！这个决赛可以放弃吗？
进入决赛，我听到我都绝望了。第二组成员就位。很贴，你戴的太贴了吧？减少碰击的面积，要太高了不容易碰着吗？哦。好，准备好了吗？三、二、2.5、2.1，我告诉你们，早就开始了。啊！动起来！哇哦！带的低还是有好处的。是撞到谁了？撞到王菊了。王菊撞到王菊，我怎么湿了？人家头球传给你了。王菊传了个球，算我的呀。好紧张啊，这个东西。不，你得动。动不动感觉都一样啊。动起来，动起来。好，请准备，3、2、1，开始。是个椭圆，这是个椭圆，朋友们。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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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坐起来再猛点，坐起来再猛点！再高一点，坐起来！走哎！王菊，上一把你碰到了，其实就有预示了。太好了，太好了，现在也不是很狼狈，我先下了，姐妹们加油！姐妹们加油！我们接下来是竖排的晃动，竖排，竖排两个球啊！变了，竖排两个球啊！这也太多了。什么叫竖排啊？啊！这么有仪式感。这是什么？哇，后面还有高的。前面两个高，因为它那个上去了嘛。这就必须动了。对，因为它竖着砸，不动是必死。对。哇、哦，这个有点难，那可以让有人试一下吗？请吧，请吧，各位，请吧，请吧。有请我们四位决赛选手上场。我就第一个。我感觉第一个太危险了。我觉得刚才老沙那个方式啊，挺好的。啥意思？就把帽子稍微再戴低一点。我戴不低，我头这么大。哦，那对不起，当我没说。下不去了。不是谁都有条件戴低。你是怎么？好大一颗头。咱就是说中奖的几率还挺高的。我吗？有一点危险，就是说。决赛组，请准备，3、2、1，一。呜呼！呜呼！就要结束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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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一下就要结束了？哇！
白鹿，白鹿。可是，为什么？白鹿破了，但是全部撒在了 baby 的身上。我的眼睛里都是水，全部都湿了。好像是撞了一下我，撞了一下，撞了一下，没错。三、二、一，开始，一开始。哇！你咋不躲呢？你为什么不躲呢？你为什么不躲呢？我没看到开始，他说了已经开始，我没怎么刚开始就结束了呢？我没算到那么快就有了。不算，不精彩，不精彩，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晨哥，你太不专业了，怎么放那么快？对我，你说我这手。再来一遍，没看到，这不算。不，我输了，我得撤了。不，没有，没看到，没看到。我觉得胡老师主要是我赖，我发球不好。这被砸过了，反正也破罐子破摔了。哎，我已经开始享受这个过程，享受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准备好了吗？3、2、1，开始。放了，来了，好了，走了。碰到了都没破。这是真鞋撞，终于破了，早晚都是要破的。咱俩，哇塞，决一胜负啊！好，接下来就剩胡老师和 baby 决出一名获胜者。也没有很想要赢啊，获胜者获得好心酸啊，好心酸。哇，没有一个人是干的，没有，赢的人也不干了。这发球俩人，这你们确定这样发是吧？对，好，好可怕呀！最终的冠军争夺战，3、2、1，开始！哇！天哪！哇！天哪！哇！这力量太大！吓死了！哎，对，这个撞上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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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保护一下。太刺激了。怎么了 ?baby, 你躲得很低很低。基本上碰不到你。碰不到我。其实碰不到你。那不算。那不算。公平。没关系，为了公平起见，我坐在前面，你坐后面来一次了。不来了。谢谢你们的关照啊！今天的这个成绩我非常的满意，对吧？我主要我们怕你玩的不高兴，你知道吗？兴奋，好吗？对。这样，你们俩背对背来一个。哎，可以哦。背对背
挺好玩的。你们怎么不去？我可以啊。来吧，胡老师。啊，既然来了，就玩个痛快。现在痛不痛快？就差个洗头膏了，是吧？是不是不去死刑啊？必须得。现在就差个。啊，我真玩啊！你这是这哪儿啊？来来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那么大力，不太好，稍微温柔一点。你们刚才很大力的吗？刚才先去那儿才回来的。刚才乔是从成都过来的。没关系，我正常力气就可以了。你看，你们先看一下啊，你先看，我就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就这个位置，可以吗？胡老师这样，胡老师，你觉得我们不公平的话，我们放在 baby 这边。我先试个高度啊。你看，这样才能到。是 OK 的。对，所以你只能保持这个高度左右躲，这是公平的。OK。OK 了吗 ？OK。对。请准备。3、2、1，开始。哇塞！动了没呀？暂停一下，此刻是什么心情？救救我！你最惊险的是哪里？眼睛看的那两下，你知道吗？我是撞了一下，眼镜掉下来了。对啊，这个太煎熬了。王老师，我相信你会绝地反击。你平时说话准吗？不太准。来，准备。喂，哎，很准啊，两个人很同步，王姐的节奏很好，很好，哎，就这个节奏，节奏感太好了，他们。哇哇，别快，节奏变了。太好了吧！走！来，下雨欣了！哇！哇塞！哇，越来越近了！哇！走！我跟你说。已经撞了好几次，球都没破。在他那儿的时候是咣一咣一的撞，都没有破。这次算数了哈，算数了。好，那恭喜这一环节获胜的是 baby， 恭喜。这个运气太好了，实至名归。这个太厉害了，天选之子。那 baby 可以获得掌门为你准备的峨眉剑。叔叔妹妹，哎，叔叔你终于承认了，叔叔跟侄女。妹妹不要这样好吗？为什么要当我的侄女呢？而且小名都是我哥，那你也是。他也是我叔叔呀。第二项任务，生产物资运输大赛，一名成员坐推车，一名成员推推车，经过田埂，最先到达的队伍获胜。是女生推男生吧？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生产物资运输赛，比赛将进行三轮，第一轮女生推男生，第二轮男生推女生，第三轮男生推前半段，女生推后半段路程，累计用时最短的前三支队伍可获得相应数量的大红花。找
我不是完了吗？我这组，我这有车不会动。女生推男生，对不起，阿姐。但是你确定小鹿可以慧文推得动吗？你担心担心我吗？我要推他。怎么自己就跳下去了？我只是想进去而已。我亲爱的，我抬不起来，舒凯琪，我都抬不起来。哇塞，太重了！我该怎么办 ？GoPro，GoPro， 我该怎么办？好，会不会太各就各位？太往前了。第一点对，不是整个在车里。整个在车里。他们是搞笑来的，他们是碰瓷学院的院长。对啊，这故意的。出师未捷身先死，说的就是我。各位各位，预备。奔跑吧美丽说嗨购，奔跑吧兄弟，本栏目由美丽说嗨购全球时尚购物 APP 冠名播出。嗨购就是全球购，苏宁易购超市频道汇集全球味道，一起奔跑，吃遍天下。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参与互动赢取 OPPO R7S 拍照手机。本栏目由品质出境游专家同城旅游特别赞助。本栏目保险由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的中国人寿独家提供。各位各位，不要换，我不听。开始。稳住，对，漂亮，来，小心，往左边，行，再往右，好，行 ，yes， 漂亮，我好开心，我对你充满信心，我对你真的充满信心，哇，来，奇迹发生，前面哇，漂亮。我为什么会跨两个赛道？怎么就一动不动呢？不容易。
现在为止还在起跑线。加油加油，别开心的太早啊。哦，加油。哇，居然过了，居然你先平衡再往前。对，我停了。对对，平衡。好好好，没事没事，可以。对，手速可以。没事，我们已经前进了一米了。扶住我，对，找到后门，对，扶住我，推不动。加油 ，baby， 加油 ，baby，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baby，baby。没事的，来吧，一定可以。宋佳，你看，今天得不了，你坐啊。可是手很滑呀，你要抬起来，你这样在锄地，你知道吗？不会害怕的，来吧，不会害怕的，来吧，怎么样的？滴滴滴，抬起来了，滴滴，对吧？滴滴滴滴，哎，黄山，滴堵，好的，来吧，滴滴滴，哎，你们过来，走了，走了，走了。哎，你们先过，你们先过。你说踹了我一脚？我没有，我没有。哎，谁踹了我一脚？我的脸。好，加油 ，baby， 加油 ，baby， 你是最棒的。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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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耶 ，OK 了 ，OK 了 ，OK。我走你，走你。我已经轻功泥上飘了，已经。为什么？很难，真的很难。为什么？太瘦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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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一点点，还没有，一点点，必须过去。好了好了好了 ，OK， 悬崖了，可以 ，OK OK， 啊，来助我。紧实，能敷敷泥的面膜。现在进行正式比赛第二轮。以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 okay.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对，安全第一，以不翻车为第一。各位各位，预备，开始。马上结束，没掉下来，哎，没事没事没事。李晨很想要摔一次，他就说他很想在泥地里面试试看什么是泥鳅的感觉。没有泥鳅，这是他的，这是他的故土。去你的啊！牛就是在泥里蹭的呀。现在进行正式比赛第三轮，劳动最高人，各位各位，预备，四个冲，四个冲，开始，冲四个，开始，冲四个。
接下来让我上去。No！ 他抓住了我，小爱。全占地方，行行行，别压，我故意的，做什么？我要上去了。我的脚，正宗的拉车出现了。努努努努努，来我挂档了。努，手插在里面。努，原来这么费力气。手套给你，手套给你。马，他现在不是一头牛，他是一头牛蛙。Baby， 我们走下面，我们不跟他们抢。Baby 来，啊，我的脚后面。超哥，不行的，上来吧，上来吧。我撑不上了，我等会儿他们先没动，没有回头，不着急。来，怎么碰到我这儿来了？可以报案吗？上面的不能这样子啊！哎，这谁的车？那边是干哥的。你是来搞笑的？对啊，哎，自己往里跳的人吗？我们没动，没动过你。为什么你要自己往里跳？大黑牛，你看那边，你看那边，有人要快去，快去，快去！哎，大黑牛，你放过我，你放过我，你放过我，我时间本来就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时间本来就不好了，你放过我，大黑牛。我不客气了，不客气了。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别！别！还没过来！倒过去，倒过去。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女人，加油 ，baby，baby，baby， 多说两次我们就到了。哎，反正都下车了，这样吧，走，换车走。我们都是飞行军，每一个子弹打到一个敌人，我们一定能过去，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丛林里，每一个子弹，你可以的。谢谢。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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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陈赫，真的，你真的够了，陈赫，你能不能往前坐一点？啊，谁推你简直是噩梦，你知道吗？连我都推不动，别说你了。你看，这不就走起来了吗？你看，跑起来，小牛，跑起来！哎，大家好，好，我陈赫，好，我今天小心脚，小心脚，加油，加油，加油，厉害，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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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艰难地完成了比赛，漂亮！彩杰 OK 了，虽然那么多下，对啊，但而且很担心你都是缠在那个车里面。
洁推我，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彩洁，你是不是那首歌叫《哆啦 G》？哆啦 G， 没有，我觉得。开备胎的时候，开备胎的是得罪彩洁了。祖蓝，你推动了马苏吗？他们捡漏去了。哎，祖蓝最干净了，全场你看他多干净。没有没有没有，他们俩都没摔。真的也不是，大家出来不一起冲个澡吗？不是，洗个小澡澡。哎，宣布结果，宣布结果，宣布结果。OK， 第一名，李晨。粉队6分17秒，我们呢？我们，我们，我是粉色吧？我没听错吧？是粉队吗？是。创造了奇迹啊！就是啊。奇迹！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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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第二名当然是非常出色的蓝队，我们的蓝队耶！当然当然，真的，他今天还是谦让，他还做了一下碰瓷儿的那些。要不然还能快，真的还能快。他主要是牛啊，回到了故乡，对，就不愿意走。他就牛蛙也回到了故乡。Oh my love， 快点上来啦 ，My darling。My love。我弹的准不准？站好了，他帮你来，注意安全。第三名，第三名啊，黄队。有请我们工作人员颁奖，第一名三朵大红花。第二名蓝队，两朵大红花，谢谢。第三名黄队，一朵大红花，交给你了。能听好吧，兄弟。各位成员请注意，我看不到你啊。来，我把你弄高。各位成员们所在集装箱的墙壁上有6个逃生出口，任务开始时就会播放音乐，大家跟着音乐跳舞。音乐停止，其中一个出口会打开，最快逃出的成员有一次机会选择一把钥匙开锁，开锁成功就能获得箱子里的线索。这一轮的线索归个人所有。我们准备音乐起。嘿，太不对了。我觉得这样咱们几个公平一点，大家都在这儿走，少来，每个人都走，每个人都走，每个人都走，公平一点，公平一点，来开始，我想公平一点，大家都在这儿走起来，不要守着这个门口，你转圈啊，转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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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起来，嘿嘿嘿嘿嘿嘿，啊，哥哥，哥哥。他为了逃走，把绷带都绷掉了啊！哇！哇塞！你是开不了的。这钥匙怎么用啊？哎，没有我，你真的是不行，连钥匙都不用啊！你是猪吗？我想问一下，你们设计这个东西，你们考虑过宝强和祖蓝的感受吗？我什么都看不见啊！祖蓝什么都看不见，好吗？你可以把这个调，就是调低点吗？我怎么看？你看，祖蓝，请问你走过来，你看他走过来，你看他走过来了吗？
这样才看得到啊，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我觉得真的太不公平了。音乐起。你跳得好开心啊，好会炸呀，我们太干嘛哭了，需要一根杆儿。我一直认为你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好喜欢好喜欢音乐。你看我要带他跳舞。我要进入了。再来。我不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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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怎么跳的？出去了吗？出去了吗？他戳了我的裤子。出去了吗？哇，穿你的内裤，好花哦，好花哦，兄弟，祖蓝，祖蓝，中间那把红色的小熊，你可以试一下。因为李成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所以我非常相信你。相信我，相信我，红色小熊开中间的，我相信你啊，陈。红色熊猫开中间的。开了吗？开了。没有打开吗？没有，你叫我相信你啊。但是只有这个几率这么试啦。我跟你们说，你们都不知道，宝强开锁很厉害的。我们说宝强不用钥匙都能开锁。那你还用？你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来吧，你都不习惯走门是吧？呀，摩擦摩擦交叉，我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一步一步两步跳舞，再跳啊！又来了，我跟你说，你擦钥匙哪是啊？摩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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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没有，他有眼睛斜，斜什么斜？你说，看你们一个一个宝宝啊，你们都是猪吗？宝宝，你是中华锁王，给我们争口气。红色小熊猫，你的话能信吗？我就选中间这个。红色小熊猫开锁跟第一个啊？说吧，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说了，我不说了。我发现我怎么突然变聪明了我。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特别需要你们给我一起研究一下。是宝宝拿到任何线索他是看不懂的。啊，你们的歌这是我们痛苦的音乐啊。辣妹子辣妹子辣妹子辣走啊，这首歌是我管你这有意思吗？太突然了吧，有意思吗？李晨，你要再打不开真的。No!
你说你出去有什么用？人家出来干嘛呀？人家。发现，所以他真的是。我要出一次，好想出去，我要出一次，我要出一次。救援，救援。让我出去一次吧，不负众望的，没有不负众望。对了，对不对？开了吗？开了。现在只剩下绿色小熊猫了，看右边那个，唯一的机会。你一直给我的提示都是不对的，我故意骗你们，我故意骗你们。This， 我太笨了，我为什么相信李晨？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游戏了，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你要几碗牛肉面》，请领取任务卡。游戏改编自第三季西安美食特辑，你要几碗胡辣汤？两队分别派出两位成员坐上飞椅，剩余八人交叉站成一排，按照爆出的牛肉面碗数依次下蹲，一旦有人出错，对应的队友即刻被弹出，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获胜。啊，他说他要三碗牛肉面，让我们三个人都蹲。咱不蹲，咱是坐椅子上那个。所以露露是一直很期待飞椅是吗？对，我最期待的。都想说我要赶上这个飞椅，我说那你来啊，那行，我要赶上我就替你。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啊，还另外一个人也这么说。那不对应的人错了，我们就不飞是吗？对对对，只有你对应的人错了，你才要飞。晨哥换给我吧，看着不太靠谱的样子。有人告诉你我是游戏黑洞吗？你是他，不是我，没事。我看出来了，不用告诉我。白露今天早上6点就起来化妆了，今天就给你卸个妆。
紧张吗？不按顺序，我感觉坐这比弹出去紧张，是不是？真的。好，我们准备好了，来，你要几碗牛肉面比赛正式开始。好。三碗牛肉面，两碗牛肉面，两碗牛肉面，两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八碗牛肉面，八碗牛肉面。慢了。嗯。谁慢了？你。没慢。你慢了。你慢了，你慢了，我根本没慢，确实是慢，确实是慢了，对不对？导演，导演，是慢没慢？慢了，慢了，慢了，慢了。弟弟准备，弟弟准备。啊，怎么？啊，来了。你不是说好好玩吗？试一下。我看别人挺好玩的，爽不爽？嗯。你别玩上瘾哦。那我们第二轮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来，开始。七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哎，这慢了吧？三碗牛肉面。这慢没慢？这绝对慢了。没有啊，这慢了吧？看见了吧？这慢了吧？看见了吧？你慢了，你慢了，你慢了，确实是慢，这必须飞，虽然不飞。这慢了吧？哎，发之前告我一声啊！我头回见沙哥没狡辩，我真的胡子都得走，胡子都立起来了。你就这样，是有没有点脚吧？在前我给你准备一个救生圈，你下次带着救生圈往家里靠。没事啊，小心点。没事，我们有救生员。好玩吗？想感受一下吗？要不你们把衣服脱了来一下，来一下。不，我们主要下水想找点啥。你把我刚才的帽找上，找上。你应该走啊。好了，我们可能难度会增加一点啊，请各位集中精力。来，六碗胡辣汤，六碗胡辣汤。什么六？怎么六碗？六碗胡辣汤下去，赶胡辣汤了，下去。什么六？怎么赶胡辣汤了？六碗胡辣汤下去，下去，下去，去了坐着去。六碗胡辣汤，你这是？手机是啥？拿出来，手机了，扔不扔？六碗胡辣汤，三十碗胡辣汤了。我刚刚多认真的在蹲，你知道吗？sorry， 来，准备，七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七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哎，三碗牛肉面，哎，盛凯慢了，联络员要下去喽，联络员，我对不住你。联络员会不会游泳啊？关键是，关键他不是搜救员，是联络员，怕进去以后联络不上了。最气人的是，这些搜救员在旁边乐，真的是太过分了！你们这个为了弥补我刚才对联络员的行径，来，我来。好，来，你好好蹲啊！这个难一点。田总，你刚刚是不是故意想象让我下去？一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七碗牛肉面。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请准备五碗牛肉面。哎，等会儿，五碗牛肉面，你是第六碗。五碗牛肉面，你是第六碗。凯哥，请准备。凯哥，基本上我们黄队包干了。这一看就会游泳的潜水员，潜水员开玩笑呢，水中蛟龙，还行吗？真好玩，他说真好玩。还想玩吗？还想下吗？是不是没事儿？玩一次是吧？快上去吧，快上去吧。我还想来一局。来吧，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什么意思？白鹿，你是不是有点想下去的意思？哎呀，明白了，这个信号我收到了。哎、不要不要，咱们开始吧。但别故意输啊！哎，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哎，好，来来来，演的真实的啊，演的。请准备。六碗牛肉面，几碗？六碗牛肉面，几碗？几碗？几碗？你再玩两把，你试一个，你试一个，你再玩两把。秦老师试一个，我刚没听清，真的，我刚没听清，真的，我没听清，我要听清，我绝对，你绝对不能再下来。你相信，你再相信我一次。怎么样？内斗了，内卷了，精彩不？精彩吗？来，好，各位请就位。请入座。他这把不可能输。白鹿能听清吗？能听清。耳朵也需要掏一下水什么的吗？不用。来吧，快。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请准备。等。没事，白鹿老师能听清。我不像你，我不会这么故意，好吧？来，请准备。七碗牛肉面。什么？什么？什么？我服你不会弹我的，对不对？别把手伸起来。我知道。你等会儿。等一下。你把手放心。我知道了。等一下，我手都麻了，现在。你给我等着，你们的。
飞一会儿的感觉。让秦老师飞一会儿。你是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太突然了。我好开心啊。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椅这个环节上，太适合他了。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还好吗？灵魂回来了吗？等会儿，等会儿，爽吗？爽。你快入座呀，请入座。啊？请入座。不对呀、啊。请入座。不是一人一回吗？这。来，我们继续啦。请准备，3碗牛肉面，5碗牛肉面，7碗牛肉面，8碗牛肉面，4碗牛肉面。哎哎哎哎哎哎！谁？你们伙儿第一个。4碗牛肉面，4碗牛肉面。这不是我啊！等会儿。你是我吗？你不是他吗？他是你。那谁是你？后两个是谁？我们俩。过一回。来。西游记片头蹦出来的那个，真的当然当然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个。我待会儿，爷爷，你还要坐上去呢。你来这儿待。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绿队内卷，内卷。哎，注意力呀、啊！你来这儿干嘛？啊？不是注意力，注意力，注意点他。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下半场游戏了。城市接龙，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再加一个新的城市。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反正白鹿肯定全是横店。准备好了，来，开始。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河南是个省。河南是个省。来吧，飞吧。飞吧，飞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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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嗯晨哥开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厦门。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横店。横店。横店一个城市吗？是啊，它是东阳。不是啊、哦、对不起、啊、横店是个镇呢、啊你知道是你说错的，你知道吗？知道，这我忍不了。去吧，钱总。报应啊！来吧。哎
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一二三，好的，非常完美的起跳，下去，再看回放啊，有，难度只有5.2的动作，整体180。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是这样。不用了，没必要。没事，没有必要。我跟你说，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已经快练会了。下个目标要练360，多让他练几次。你还知道哪些城市？挺多的，其实。李，挺多的。你算算哈。来，从这边开始。兰州。兰州上海。兰州上海石家庄。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北京卡了，坚决的老秦的，哎呀，我不想玩了，脑子里城市很多，金华刚说地儿，就是想不起来呀，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琢磨横店好像不是，是金华还是东阳？到底是什么呢？还是横店？他要再说一横店，我更来气，真的。360度，太厉害了。